来艺术馆睇展览。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，透过新科技同艺术品作进一步互动，对我嚟讲，嚟艺术馆最开心嘅就系可以见下班老朋友，同佢哋倾下偈，谈下心。今日我就约咗班朋友一齐赏花啦。四幅漫梅堂图分别来自四位画家，包括张大千、傅普石、赵少昂和吴冠中。四幅作品并排而至，主题相同，但四位画家风格各异，各有千秋。这四幅画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，亦都是文人间友情的见证。张大千这幅漫梅堂图在构图上可以分为三部分，最上面有一间书斋，中间部分很可能是湖，最下面有一座桥。看来我们可以在梅花掩影之下经这条桥，穿过画面之外的梅花林，再次回到画中，抵达被梅花围绕的漫梅堂。有别于其余三位画家，张大千画的梅花是白色的。张大千钟情梅花的高洁、馨香、内涵，不为世俗所伤的高风亮节。他种植梅花，欣赏梅花，品味梅花，绘画梅花，一生与梅花为伴，死后依然与梅花相守。他的后人按照他生前的遗愿，将他葬在梅丘之下，做了梅花树下韵，一圆他梅痴的美名。赵少昂的《漫梅堂图》在构图上和张大千一样，可以分为三部分。书斋在最上面，中间部分是一片花海，最下面就是气势磅礴的瀑布。张大千的梅花是白色的，赵少昂的梅花就是红色的，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梅花上面的积雪。赵少昂可以说是岭南画派的花鸟大师，他的画融会古今，线条刚劲，切色洒脱，意境动人，令睇嘅人有如身临其境，浑然忘我。赵少昂一生都沉浸响大自然嘅灵感中，用独到嘅眼光捕捉最美嘅景物，再结合高超嘅技巧，创作出独一无二嘅作品。傅普石嘅《漫梅堂图》呈现出之字形嘅构图，布局由远至近，层层递进，就好似喺梅花嘅拥抱下，慢慢走向书斋。我哋仲可以喺画中睇到傅普石独创嘅普石信，佢首先将毛笔嘅毛整散，再运用笔根同埋散开嘅笔锋进行信擦，表现出山石嘅结构同埋纹理。傅普石的《漫梅堂图》是以大面积的淡红色渲染画面，再以深红点出朵朵梅花，沉稳的墨色和前方梅花的亮丽形成对比，不单止让人看到花团感触，还好像闻到梅花的芳香添。
五官中的万梅唐图散发出活泼跳跃的氛围，它将枝叶繁茂的梅花简化精炼，变成流畅交错的墨线，象征梅花的大片彩点，接近抽象表现主义，保留住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力量、速度和情感。吴冠中巧妙地以他钟爱的江南民居代替传统的书斋建筑，以独特的笔墨呈现他心中的万梅堂。吴冠中的每一幅作品都有他自己对生命、对生活的独特见解，他紧紧抓住事物的本质，以强烈的形式、极精炼的笔墨忠诚表达，不单止在视觉上赏心悦目，更令看的人内心获得莫大鼓励。吴冠中被国际艺坛认定为20世纪现代中国画的代表画家，他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结合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形式，表现出中国画的特有意境。他的双眼可以说是香港艺术馆的镇馆之宝，而他和香港又真是特别有缘。吴冠中就曾经在香港艺术馆这里速写过维港的美景。如果时间许可的话，不妨在维港旁欣赏最人的晚霞。